清代蛋白照片小孤山，尺寸 14x10cm， 拍摄于1870年到1890年之间，英国国家档案馆有收藏，是现存已知有明确时间记载最早的安徽风光老照片。来源：孤影晚风运营，编辑：树文杰。小孤山位于安徽省宿松县城东南60公里的长江中的独立山峰，周围一里，海拔78米，形态特异，孤峰耸立，以奇险独孤而著称，因其地势也非常险要，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图1983年安徽画报第一期对小孤山所做的专题报道。小孤山为安徽省著名的风景名胜之一，1987年安徽省确定小孤山为省级风景名胜区。图上世纪90年代的小孤山，喜秀寺位于宿松县东长江中小孤山上，始建于唐朝，寺甚小，北宋时期重建，元朝略加修缮，清朝民国做过多次扩建和维修。图清代小孤山就照喜秀寺局部，整个建筑群自山下至山顶，有一天门、弥陀阁、仙月楼、半边塔、界朝祠、梳妆亭多处，楼台亭阁数十间，建筑风格各异，均为砖木结构，飞檐翘角，朱柱灰瓦，古朴端庄，四依山峭，面临大江，雨阁轩昂，极其壮观。图1983年安徽画报刊登照片喜秀寺局部，上世纪90年代小孤山喜秀寺局部。